本实验的用户界面由一个 WinClibo 标题和下方的虚拟菜单组成。这个菜单调用了桌宾麦函数，绘制了一个预存好的图像文件 win10-start。通过蓝牙数据的交换，手机的方向键把大写字母 U D R L 发送到 Clibo C6 中，由分支语句判断是哪个字母，并进行相应方向上移动鼠标的操作。鼠标的图标也是一个预存的图像文件 pointer。 鼠标在液晶屏上的横纵坐标保存在变量 mouse 下横线 x 和 mouse 下横线 y 中，每次移动鼠标时，这两个变量都会更新。如果左按钮开关按下，鼠标的坐标值作为参数传递到了 marker 函数中，并作为三角形一个顶点的坐标，绘制颜色随机的等腰三角形，另一个稍小的三角形绘制在第一个三角形中间。